位来到樱花中学参加2017年全国中学双语辩论赛循环初赛第一轮的现场。我是本场辩论主赛的主席金文琪。今天的辩题是：网络是否让人更自由？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今天的正方，来自公教中学的同学们，他们是正方一辩陈静峰同学。二辩赵全同学，三辩周春石同学，四辩何润峰同学，他们的立场是网络让人更自由。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天的反方，来自南阳女子中学的同学们，他们是反方一辩陈哲莹同学，二辩程宇月同学，三辩方楼丽同学，四辩杨帆同学。他们的立场是网络让人更不自由。同时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辩论队的队员及新闻教育界专家作为本次辩论赛的评判嘉宾，他们是陈俊杰先生、陈妍然小姐和姚兆华小姐，请大家再次给予我们的辩论员和评判们热烈的掌声。进入比赛的第一环节，开篇立论，正反双方各有三分半的时间陈述己方观点。当每方发言时间还剩30秒，您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当每方发言时间结束时，您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相信正反两方的同学早已摩拳擦掌了。下面我们有请正方率先发言，正方一辩，请。作为正方一辩，在我辩论之前，让我向大家解释辩题里网络和自由的定义。在新世纪学生华语词典中，网络的意思是由许多元器或设施等组成的有一定功能的系统，而自由的含义则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个人意愿进行活动的权利。我方深信网络能让人更自由，也觉得对方的论点只是一派胡言。第一，网络让人更自由是因为它很便捷，它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也能让我们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由于许多人可以很方便地使用网络，网络也可以算是已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有了一台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来上网，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它来做很多东西，例如查资料、看视频和与别人沟通。在网络的发明之前，如果我们要向某个人传达信息，我们不得不和他见面，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自从网络的普及后，网络提供了互相沟通的功能，我们也不用从忙碌的生活里抽出宝贵的时间和那个人见面，这岂不是让我们更自由吗？有了网络，我们可以以更短的时间做我们的事，我们因此也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所以网络让我们更自由是因为它很便捷。第二，网络所提供的选择丰富多彩，让人们更自由。网络上的选择多样化，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的选择泛滥，人们只要上网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举个例子， YouTube 在线视频网站上有各种各类的歌曲，有抒情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等，大家都可以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他们喜欢的音乐。再举个例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网购，毕竟网络购物已蔚然成风。在网购还没被发明之前，人们都是到传统实体店购物，但是有许多实体店都只售卖一个种类的产品，若要买其他产品就要光顾其他的商店，网购却是截然不同的。网购因为没有续存空间的束缚，网店货品应有尽有，种类多如牛毛，敲击键盘几下就能通过一个网购平台购买不同种类的商品，既方便又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一举两得。所以网络让人们更自由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的选择极为丰富。最后，网络让我们更自由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广阔的知识。网络有许多不同搜索引擎，例如谷歌、雅虎和百度，它们自动从因特网收集信息，然后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提供给用户进行查询。网络给我们提供的资讯够得足够与我们知道天下事，
把想要搜索的资料输入到任何搜索引擎，就能得到来自不同网站的资讯。可见，网络真的能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知识，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问，使我们获得知识。总的来说，我觉得网络已成为许多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与认可网络带给我们的好处，而不是拒绝了它的用处。所以，我方还是坚信网络是一切让人更自由的。我的报告完毕，谢谢。谢谢这方一辩，下面有请反方一辩开宗明义，时间也是三分半，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就是在不自由，就是在不伤害他人、不破坏和消极影响社会、不损害国家及民族权益之下，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网络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消失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使用者能够随时随地的查询资料、与人沟通。但网络真的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吗？我方认为网络让人更不自由，理由如下。首先，网络很容易让人上瘾，限制了使用者的行动和思维。网络有极强的吸引力，并且在上瘾后，我们无法抵抗拒网络的诱惑，无法控制自己不使用网络、不想着网络。网络无处不在，人们无可避免地把大量时间用于在网上浏览各种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的信息，形成了一种病态，将使用者限制在屏幕前，使他不想出外活动，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失去与他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现在我们生活中有越来越多低头族，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与家人吃饭、与朋友聚会，都捧着个手机不停地刷，每天手机还是不刷，但微博没有更新是不罢休。这不仅浪费时间，更是让我们与现实世界距离越来越远，因此让我们更不自由。第二，网络也阻碍了我们表达的权利。当今社会进步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因此积累负面情绪。网络的利用性使人们能够肆无忌惮地发泄负面情绪，所以网民总是倾向于批评，从而来获得一种拥有力量的感觉。因此网络上总是充斥着网络暴力，所以在网上发言总是需要事先三思，不然就会被人攻击，甚至影响现实生活。14岁的英国女孩汉娜·史密斯在社交网上询问青春痘的解决办法，受到了巴拿诺去死吧，你这个可怜的家伙这样的谩骂，甚至波及到了她已故的叔叔。汉娜曾一度在网络上表达意见做出反击，却收到了更多例如你真的很丑、得癌症、去死的这样更恶毒的侮辱。最终她因为不堪网络暴力而选择了在家中上吊自杀，这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网络暴力的例子吗？看到这种例子在全球各地发生，难道我们还敢在网上随意发言吗？第三，网络阻止使用者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网络作为一个万人自由分享信息的平台，其缺乏对于信息的监管力度，而电子邮箱和各种线上存储器也可能会过瘾或窃取，所以网络上极其容易出现有意或无意的个人隐私的泄露，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在2015年，英国公司 TopCom 约400多万用户的隐私数据透过网络泄露，其中包括用户姓名、电话号码，甚至信用卡号的详细信息等。身份信息被泄露，客户们的身份信息就可能会被他人用于做不法的勾当。电话号码被泄露，他们会收到各种骚扰电话；信用卡账号被泄露，他们的财产就缺乏保护。由此可见，网络使用者是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更容易丢失，并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生活，因此网络阻止了使用者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让我们更不自由。综上所述，我方坚决认为网络让人更不自由。谢谢反方一辩同学。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的第二环节，论证辩驳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双方的二辩可补充己方的论点，并针对对方在辩论环节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反驳。每方时间为2分钟，有请正方二辩率先反驳。谢谢主席。反方说网络会让人上瘾，让人沉迷于它，我觉得这是少数的。我想问问大家，你的朋友们都沉迷于网络吗？一件白衣服上面有一个黑点，我们就说它是件黑衣服吗？当然不是。如果很多人都沉迷于网络，那学生们的成绩不就会一落千丈吗？
但是数据显示，我国欧水准和英水准的成绩却越来越优秀。如果真的很多人都沉迷于网络，那么我们的成绩应该是下坡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欧水准和英水准的成绩是越来越好呢？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网络来做他们生中的他们的东西，这不代表他们沉迷于网络。反方也说，网络会让人不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网络是一个平台，它让人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言。人们为什么会批评，会被批评呢？如果你没有把不道德的事或者不该说的话放在网络上，人们怎么会批评你呢？那些把虐待动物、打人、伤人等等视频的视频放上网络的人，都是应该被批评的。如果你把正面的事物放上网，没有人会批评你。反方也说，网络会让资料被泄露，而这让人不自由。我觉得这是少数的，这样发生的数目很少。在当今社会里，我们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正方二辩，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进行反驳，时间也是两分钟。谢谢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对方的三个论点就是，第一个，网络能让沟通更便捷；第二个就是网络上的选择多样化；第三个就是网络上的信息能让我们丰富知识。那请对方认真一下，为什么更便捷的沟通就等于更自由？第二，选择多样化能让人选择就是更方便一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可能要查一个东西，可能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而那些时间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真假。而且这个的前提就是你有无限的时间，当你拥有有限的时间，信息可能太多，重复的信息已经填满你的一生，而你还来不及做任何的事情。第三个是网络上的信息能让你丰富知识，但是我方想说的，首先，网络上的信息千万条的确多，但是它们真假难辨，谁也不能保证哪一条是真的，哪一条是假的。当今网络水军盛行，假的信息远比真的多，也就是说，我们被误导的可能性能比我们的思维受到充实的可能性更大。然后，反方说，只有少数人是沉迷于网络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同学们出去聚会，你难道不能承认很多人都是在看手机吗？第二就是不能自由的发表意见。由正方先发言，然后反方发言，正反双方二辩将各有1分钟30秒的时间进行对辩，双方交替发言，累计使用直到双方时间用完为止。请双方二辩起立。首先有请正方发言。谢谢主席。反方说有些资料是假的，但在学校里老师常教导我们要从哪一个网站来寻找资料，有些网站当然是不可靠的。如果你做个专题作业，老师要你查资料，你会到一个六岁学生放上网的资料，从那个网站里搜索资料吗？当然不会。在你寻找资料前，你得先寻找一下网络是谁把资料放上网的。而且反方说
在聚会的时候，学生们人们都会用手机，而不会与别人沟通。但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很无聊。如果你们拿一些玩具和卡片来一起玩，他们当然不会用手机。这方面，我刚才说的就是，刚才就是很多就是你不能看一些像，比如说像刚小学生放上去的信息，那肯定是假的。但问题是现在有可能一些比较有权威的人，他放的信息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他的知识是永远对的。而且请对方认证，为什么便捷的沟通会使一个人更自由？为什么便捷的沟通能让人更自由？因为如果你能便捷地你说话，你这样你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所以更自由。但是我们平常的话也能打电话，我们只是这个沟通它有可能更快了一些，但是不代表我们更自由。而且对方辩友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人就是有可能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一直低头用手机，可能不一定是不感兴趣，而是他们就是想要刷微博或什么，浪费太多时间或者太吸引他们注意力，让他们忽略了他们的朋友沉迷在网络的世界。另外一个就是网络暴力，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小女孩汉娜·史密斯，她其实也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问青春痘就是怎么减少，但是她却被网友骂，就是她很丑陋，以至于她后面就是自杀了，这是不是？而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谢谢双方二辩。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的第三环节。谈论与答辩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双方的三辩需分别向对方的一、四辩进行谈论，谈论顺序及提问数量均不受限制，但必须确保对方的两位辩手都有被谈论，否则裁判将酌情扣分。谈论总时间为1分30秒，回答总时间为1分钟。谈论方可以打断答辩方，答辩方不可打断。反问谈论方，下面由正方三辩率先对反方一、四辩发动攻势，请辩手们起立。谢谢主席。我想问一下，反方一辩，您沉迷网络吗？我不沉迷网络。您认为沉迷网络的人多吗？多。那你认为沉迷网络的人群有哪些？例如，你能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说青年人、老年人、中年人等。青年人，好，谢谢。那您认为，你说到网络这么可怕，你认为网络和吸毒有区别吗？有区别啊。那您讲述一下区别是什么？吸毒就是对你的，其实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区别，好，谢谢。那我想问一问，批评是不是大部分都因为我想问反方四辩，批评是不是大部分因为跟风而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批评？例如说，很多人跟第一个人的风，然后去批评某个人。对啊，所以网络就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批评，让更多的舆论压力嘛。所以批评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跟风，对吧？对啊，所以网络上跟风的人更多，他们发现路过的人也更多嘛。好，谢谢。那你认为是网络是否可靠，是否可以信赖？不可以信任，因为很多的秘密机关他们可以通过去付钱给那些水军，给搜索引擎把他们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发布出来，但那些信息很有可能是假的。好，谢谢。那你刚才提到了隐私问题，你认为隐私现在有没有足够的措施去让隐私不被泄露？没有。那你能不能讲述一下，例如说360等安全隐擎，这些难道都没有用处吗？没有啊，
新加坡国防部前几天他们就泄露有850多个人的隐私被泄露了，难道新加坡国防部的安全措施做得还不够好吗？说明确实没有措施啊。好，谢谢。你在网上，请问反方辩友，你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是否参与过资料的可靠性？参与过啊，但是因为那些百度，我就觉得它很可靠嘛。但是百度它其实还是被那些利益集团给买了嘛，所以发布假信息。所以你是否参与的？嗯，是否参与？好，谢谢。您还有7分7秒钟。下面由反方三辩进行审问，请辩手们起。谢谢主席，大家好。那么请问对方辩友知道在上网的时间中，人们大多数都在做什么吗？上网时间上，大多数都在可能是因为功课在有关注意。好，可是来自中国的调查显示，81.2%的时间都用于上网娱乐，比如刷微博、看淘宝等，只有2.3%用于学习。由此可见，当人们沉迷于网络，在觉得自己很开心的时候，无法把精力放在真正有用的学习和工作上。对方辩友觉得这样网络也让我们更自由吗？他去娱乐也是有自由吗？不是吗？可是网络并不是代表娱乐啊，网络是让你无法自控的把这个精力放在娱乐上，这难道不是让我们不自由吗？但是其实我觉得人们是因为人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他们在网上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对方辩友，你真的觉得人们能控制住自己不想着网络吗？就像你沉迷于毒品，你真的能控制住自己在使用毒品之后不沉浸于毒品之中吗？好，请问对方四辩，网民的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那对方辩友，你是否知道在这些网民中有多少曾经受过网络暴力呢？我不知道。根据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青少年网民曾经历过网络暴力，并且其中的1到2成持续性的接受网络暴力。请问在这种网络暴力猖獗的情况下，对方辩友还认为我们能够在网上自由发言吗？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并没有遭受过网络暴力，不是吗？可是在座各位没有经受过网络暴力，不代表世界上的人没有经受过网络暴力。对方辩友，你这是在用什么逻辑呢？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接受网络暴力，那他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还选择在网络上操作呢？那说明他们控制不住自己在网络上发言呀。如果他控制不住他们在网络上发言的话，他们也正在接受网络暴力的话，为什么国家还正在普及网络呢？请问对方一辩，新加坡国防部网络前几天刚刚被攻击，泄露了850余名现役军人和在职员工的个人资料。对方辩友觉得，当我们的隐私都这样被网络曝光，这如何使我们更自由呢？但是这个是那是部门的错，而不是网络的错。这不是网络的错吗？难道不是网络是隐私被泄露的吗？但是这个是通过网络的平台而被泄露，所以。这里是国力部的错误。可是新加坡国防部都无法阻止这个网络的偷隐私，那么你觉得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能阻止呢？谢谢双方队员，下面将进入三辩小结时间。双方三辩将针对对方在盘问环节的回答与问题进行反驳与小结，各方各有2分钟的时间，由正方三辩率先发言，请。谢谢主席。我刚才反方提到了说沉迷网络和吸毒并没有区别，所以我想问，如果既然网络这么可怕，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使用网络了？直接我们不要使用网络了？好，第二点说，他们说网络上的批评大部分都以跟风而来，所以因此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但是他又说，刚才四边又说，他查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是会猜疑资料的可靠性，但这样的话，你如果去猜疑，你难道不是在独行思考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和自己的这个立场稍微有些冲突，并且刚才他反方提到了说这个新加坡国防部资源泄露的这个事情，首先只有850人，跟新加坡的总共的这个人口数量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新加坡唯一一个国家，而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被泄露了，因此也是极少数的人民，并且
他刚才他们也提到说，沉迷于网络的人群主要是青年人，而青年人真正沉迷于网络的，我认为并不多，并且青年人在新加坡只占18%的人口，所以这个极少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极少的人是真正沉迷于网络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真正沉迷于网络的话，我们应该努力去帮助他们不沉迷于网络，因为网络如果用好了是对我们很有用，让给我们带来很多自由的，只不过他们举例的是我们没有用好，不过并且我们沉迷于网络的人很少，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不要去网络，不直接不要去用网络，谢谢。谢谢正方三辩，下面有请反方三辩，时间也是2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这方面对于网络上瘾这个问题的反驳，无非是在说，现在我们对网络只是依赖性，而不是上瘾。上瘾是人本身自控力的问题。那么通俗点说，依赖性就是不吃饭不行，上瘾是不吃垃圾食品不行。把网络和毒品做类比，网络是信息媒介，毒品一开始也只是止痛药。那么真的可，那我们为什么要销毁毒品呢？增强人类自制性不就好了？对方辩友这个逻辑有点霸道呀！你们自认为可以控制网络，我们真的可以控制网络吗？第二，对方辩友对于网络暴力的，对方辩友对于网络暴力的反驳，主要是说经受网络暴力只是少数人。可是我刚刚给出的数据已经说了，网络上有超过半数的青少年网民曾经接受过网络暴力，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我们更多会把负面情绪发泄在网络上，也就是说网络上更多的是暴力、谩骂，而不是支持。所以，在网络暴力猖獗的情况下，我们在网上是不可能自由发言的，也就是说，网络减少了我们在网上的自由表达的权利。第三，对方辩友说新加坡国防部网络被攻击，泄露的是850人的隐私，对于整个人口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对方辩友泄露了一个人的隐私，不也是侵犯了这个人的隐私权吗？对方辩友认为一个人的隐私权比不上所有人的隐私权吗？对方辩友这是什么逻辑啊？而且，对方辩友刚刚说网络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方式、更加便捷。但是对方辩友，你没有论证网络为什么让我们更自由？难道更多的选择就等于更自由吗？更多的便捷就等于更自由吗？对方辩友刚刚根本没有论证。而且对方辩友刚刚对于新加坡网络泄露的理解说，新加坡只是个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泄露了。但新加坡已经是发达国家，科技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实属前列。如果新加坡做不到，还有几个国家做得到？而且我们刚刚立论上给出的例子也说了，英国的一家公司也被泄露了，而且那个泄露是400万使用它的客户的资料被泄露，然后这个还不严重吗？然后这个还不能说明网络已经极大的在给别人提供了侵犯我们隐私的权，侵犯我们隐私，谢谢。谢谢反方三辩，下面将进入中场休息时间，各方可指定一位教练上台进行辅导。中场休息时间为2分钟，计时开始。
家回到比赛现场，下面我们将进入最紧张最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在自由辩论环节里，双方辩手必须使用英语发言，双方各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双方交替发言，由正方率先发言，一方时间用完后，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直至本方时间用完。有请正方率先发言。Since the internet takes away the freedom of man in your opinion, then why is the internet able to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people? 4 million people who are exposed on the internet are actually due to some manual error. It's not wholly based on the internet. Plus, you said that it's convenient. You claim that the internet is convenient as well. It saves time. That's why it gives some more freedom. Plus, you said that we tend to follow other people on the internet. But why does that make us don't have freedom? Isn't that our freedom to do so? Internet provides us with more convenience and more choices. You have to prove that more choices and convenience means more freedom. Okay, we compare a prisoner and a normal person, okay? Does a prisoner have more freedom than a normal person? Obviously not.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ould you like to stop using the internet if the internet is so bad? Makes us less free. Not mean we want to abandon the internet. It's just a long to let more people realize that internet is not that good, so they can control their behaviors online and realize there are also many false information online. You said that providing more choices, right? And you want us to prove that providing more choices means that it's giving us freedom. But I wanted to ask you, if there is less choices, Will you feel that you have more freedom? Before the internet appears, it's not less choices, but internet gives us one more choice that we have never thought about. So it's not more freedom, it just gives us one choice that we never thought about. So it's not more freedom. Doesn't giving you one more choice give you more freedom? This one choice leads to many more choices. So many more choices equals to more freedom, because you've got the freedom to choose a lot of things, correct? When you're choosing this thing online, won't you waste a lot more time which you can use for studying, for example? The choice you make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won't, if you of course deserve the amount of time you spend on it. But if it is not important, of course we also won't spend that a huge amount of time on it, even though we have many choices. But I'm not saying that the decision we make on the internet is not important. But I'm saying that when you make decisions on the internet, you will spend more time viewing those information that makes you make the decision. But if you don't have a really good choice, do you still make a good decision because you don't have internet as a choice? Plus, you said that the privacy thing, we can of course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more safety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privacy from going out. That's why it's not really an issue here. But the thing is, there's still a risk of your privacy being exposed.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is protecting our privacy better and better. The government has just come out a privacy so that the companies cannot give us let the privacy of us give to another company, so that our privacy is protected better. We are not saying that in the future our privacy will be protected better.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why nowadays internet can't protect our privacy. Okay. So if the internet can't protect our privacy, we will continue using it, right? So if you say that we continue using internet, that means that internet grants us more freedom, and that's why we are using internet, right? So we should work on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our internet and not stop using it. We're not talking about stop using it. We just want
more people realize that we, the internet is not that good. May I ask a question? The British goaltender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cyberbullying. Does the cyberbullying make the internet make her more free? The internet just provided a place, a platform for everybody to speak. Whereas it's a bully for bullying her online, because she will, the bully will still bully her verbally in real life. So email is also internet. So when I see so many people verbally abused online, I'm afraid not to for the majority. So does internet give me more freedom when it exerts so much pressure on me? Actually, I must emphasize that the internet is just a platform. It's an innocent. You shouldn't blame it.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some criminals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criminals in Singapore. Will you blame Singapore? But if you have people who bully you on the internet, won't they still bully you in real life? Then you will have more people bullying you. But I want to say that I want to an analogy here. Example, if I take a knife and I kill somebody, is it a knife fault? Same goes for the internet. If I use the internet to actually cyberbully other people, is it the internet fault? No, it's my own decision, and it's my own value, and it's my own thinking that actually lead me to cyberbully this guy on the internet. But we are saying that the effects are being amplified here, because in real life, for example, you or 10 people know the one to stab you, but then on the internet, there could be more people that actually understand. We do not disagree with the point that internet has cyberbullies on it. But then, in the interne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So even if you get cyberbullied, wouldn't there be other comments and other people who will say good stuff to you? For example, you give the example on the girl who posted on pimples.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websites that tell you how to cure your pimples, okay? Even I researched on it. We are saying that because our lives on internet is normalized, emotions. So that's why there's more negative comments on the internet than positive comments. So there's cyberbullying. The cyberbullying is more and more. It's increasing. So yeah. You just not claim that Taobao actually it gives addiction, but it could be not addiction as well. Okay, it's just for me. Research, more than half teenage netizens have suffered cyberbullying. Over 10% experienced repeated cyberbullying. Isn't it a serious issue if internet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ore cyberbullying? Doesn't internet make us less free as we are bullied? And also when you are saying that we bully people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it's due to our choice. But is the internet provide a platform for you to bully others? Is the internet more? Also, just now the proposition kept emphasizing that our side is like we are going to not make. Help people to, the people in our world will not be able to use the internet. But we are not saying that, but it's actually that we are letting them kno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it. 谢谢双方演出，下面将进入评判嘉宾提问环节，评判嘉宾将向正反双方的一辩提出问题，所有嘉宾共计可向美方一辩提出2道问题，辩论员每道问题的回答时间不得超过30秒。在此环节，辩手可自由选择使用英语或华语回答。有请评判发问。
仅仅是占用时间就表示限制自由的话，那现实当中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占用的时间，是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在限制你的自由？如果您方想论证的是网络有一种强迫性，使人被迫的被它占用时间的话，您方是怎么论证的？就是好像，比如，如果我们在读书的话，也是在占用我们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好的事，但是网络其实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不可以去做更好的事。我们在网上的时间，其实更多就是在网上浏览一些没有意义的信息，这对我们的提升也是没有帮助的。谢谢。我想问有个问题问一下反方的意见，就是你们立论的核心中提到了对自由的定义，在你方的定义下，我的理解是这样，是在不影响他人国家的基础上，自由意志的表达而不受限制。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提到过一个依赖性的问题跟自控与自治的问题，就是你方我听到的是你方觉得就是能够做到无法自控，这个东西就是不自由了。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自由的，还是说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去远离某些东西是自由的？或者说我把问题简化一下，就是，我强迫自己不去上网，这个是自由呢？还是说我在网上，自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个是自由的？就是好像，我方的观点就是，网络会使你无法控制自己，所以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就是好像你失去，去做别的事情。因为这样就不会危害到人们的健康，所以其实呢这种选择呢也是对人们是有好处的，而不是给人们带来坏处。所以是由你去为他权，所以就是对人类有好处的选择才能够让人类更自由。那比如今天吃饭是一个对人类有好处的选择，那可是吃很多会变胖，那好像这个对人类不太好。那所以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对人类有好处的选择？我觉得人类可以判断哪一个选择是好的，哪一个选择是不好的。所以是，而且他们的家长也是有帮助他们说，哎，你不可以去这么多，因为患有暴食。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在选择的方面当中呢，是会做出比较聪明的决定。谢谢评判嘉宾的发问和双方辩论员的精彩回答。下面感谢双方辩论员精彩的表现，下面将进入总结陈词环节。
双方四辩将使用华语针对全场过程中的交锋点以及本方观论点进行最后的总结，时分各为3分30秒，有请反方四辩率先发言。谢谢主席。其实对方辩友在整场上犯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偷换了概念，他们不停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网络让我们有更多选择更加便捷，但他们从来没有论证过为什么更多选择更加便捷就是给我们更多自由呢。其实对方辩友也很迷茫啊，刚才问到核扩散条约的时候他们也说哎，这个选择少了但也更有好处，也让我们更自由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其实是一种空间的概念，说这个字我们当我们提供人在这空间里行动的时候，当我们提供他一种更便捷的出行方式，一个多一种选择，在这有限的范围内他们也并没有变得更自由。相反，当网络被这空间放上更多的束缚，让空间减小的时候，网络就让我们更不自由了。对方还有一个问点就是说这个网络上资讯多嘛，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资讯很多资讯都是被那些利益获得者给控制的，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的社交媒体或者搜索引擎，他们可以付那些公司钱放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当人们被那些信息误导的时候，当人们被这些信息误导信息侵犯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难道人们真的就更自由了吗？对方对我们提出的质疑无非就是我们提到上瘾和隐私问题，他们说不停地在告诉我们说这是少数，但对方从来没有一个数据显示这是少数，而我方的数据显示关于这隐私问题，英国公司 TalkTalk 400多万人的隐私都遭到了泄露，难道这还是少数吗？而这个他们还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大多数是对是批评那些做错事了的人的，但我们提到那个英国女孩汉娜，她只是问一个青春痘的解决问题就很多人骂她叫她去死，最后她选择了上吊自杀，难道是她做错了吗？我们还有数据显示有过半的青少年网民遭受过网络暴力，这个数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对方来说说明什么，对我来说这说明他们很多人可能受到了心理创伤，可能对网络对他人失去了信心，从此变得自闭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当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说这网络其实让我们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要限制网络，我们而是要拉响警钟告诉更多的人网络并不是像对方辩友所说的那么好，所以更多人才会辨别网络上的真假，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不让自己在网络上伤害更多的人。接着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了网络的奴隶，因为我们更很多人成为了低头族，很多的人就染上了网瘾，人们离开了网络就无法面对社交生活，难道这时候网络让我们更自由了吗？然后而且网络也不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每个人的信息都可能被泄露，当我们隐私权保得不到保障，当我们因为害怕隐私泄露而惴惴不安时，网络让我们更自由了吗？而我们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不敢去网络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像汉娜那样遭受网络暴力，还有我们这些旁观者，我们这些看到有那么多人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我们还敢去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敢有与多数人相对抗，还敢去支持汉娜那些人吗？我们不敢，所以我们沉默，所以我们可能成为那些网络舆论网络暴力的一部分，我们成为了他的帮凶，这时候我们还是自由的吗？因此我方认为网络让人更不自由。谢谢。感谢反方四辩，下面有请正方四辩发言，时间也是3分30秒，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反方三是，网络是不安全的。那么我现在来跟你们讲一下，首先，沉迷网络的人真的并不是多数，大多数人都是在用网络做正事，比如说这位姐姐和那位姐姐，难道你认为他们在玩游戏吗？不是吧。反方辩友们一再责备网络这个发明啊，使人们沉迷其中，认为网络有害。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汽车自发明以来发展到今天，全球每天都有3000人死于车祸，难道你要责备汽车吗？难道这是汽车的错吗？难道人们就不用汽车了吗？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们把活生生的人类的责任强加于没有生命的网络，你们好意思吗？不对吧。而且沉迷网络的人大多都是他们自制力不足，这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拿自己的刀捅死了他们自己，你们说这是刀的错吗？不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刀是他不能刀，难道你认为刀自己能动吗？全自动的刀啊，自己捅过来不可能吧。再之，如你所说，许多学生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在那里玩游戏，那成绩应该越来越差不是吗？但是 O level 和 A level 的成绩节节升高，你怎么解释呢？
他们肯定是在用网络学习，他们能自己掌控，而且老师和学校都在帮他们掌控，不是吗？最后，其实有少部分人沉迷网络，难道他们真把握好时间，你能证明吗？难道要停止网络吗？不是吧，应该是让他们不沉迷网络，应该教育他们，青少年本来就是应该接受教育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网络批评，我现在来证明一下这个，对方一直在强调汉娜，难道汉娜是全世界吗？不是吧，你们把批评定义成了暴力，这是偷换概念是吧？老师批评你一句，难道老师对你强加于暴力了吗？没有吧。当你发 WhatsApp 的时候，你怕被搜索吗？你感到害怕了吗？ WhatsApp， 哇，我发了一个 WhatsApp， 哇，天哪，真的吗？你难道这么害怕吗？不是吧。你刷 Facebook 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人在发他们的动态？难道他们如果感到害怕的话，他们还会这么做吗？这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发言，受批评之人，他们受批评的程度，他们被影响的程度是非常少的。况且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些受到批评的人呢，是因为他们语言不得体，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也说了引起众怒的话，比如他们虐待动物，他们家庭暴力，他们受到批评，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他们个人的思想问题。如果你说正义的话的话，那人们是应该不会去搜索他的。难道你认为所有人都是无理取闹的吗？这个世界都是无理取闹的吗？不是。而且网络的纪律在不断加强，政府正在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说公司不允许告诉给其他的公司泄露信息，你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坐井观天呐，同学。最后，网络给我们带来自由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它本身是客观的，它是为了人类服务而发明出来，它那么被我们灌输以正能量，灌输以积极与信念，它在网络上宣扬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丑恶，它造福我们，让我们自由。是的，自由有时候是有一点点代价的，但是和自由相比，这一点微乎其微的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你看。
OK， 好，其他这两个不用，那我们放回去了。你确定对？对，确定。那你自己说上，你自己知道就好。这些是什么？这是圣尼格拉队的，这是德明，那一到四都这样。然后这些都是不上场的。对，那你。下一场就不翻之后了。真的见世面了，这边好厉害。什么？出来真的见世面了，这边好厉害。这边见世面。那他们现在要出什么？我要为对方，
我达到一半了，他已经给了。我跟你讲，送饭哦 ，catering 哦，没有这么迟来，早就来了。我没事，那个一中那份我包了。这是来录的吗？对呀、啊。我直接是站着来吃，因为船上就是半点半点半点，因为拿到我没有时间。你把对，但是自由费有四个人嘛，到底这样大家怎么分一下？因为他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自由费之后老师船上嘛，你们一直过来一晚，其实就是你们就固定的，里边没有开放，是吗？对，这个是他们的职能嘛，所以其实自由费呢，你们不是可以。那个评委还没有来，有时候讲下去就是，他别的不了，那别的时候开始攻击他，这每天都这样，在最热的量，防守有时候要采取攻击，
不是啊，我的领队的。所以比赛准备的时候，我跟他们准备的。这个时候，还有可以去。记得回答一下啊，
表对双方辩论员今天的表现进行点评。那我就先说抛砖引玉。那个今天这个辩题，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大家在更和自由这两个概念上进行交锋。那然后我其实听到最后应该是反方四辩发言过之后，我才觉得有一个明确的框定这个范围。那我们先来说更好了，就是更，那必然是一个比较，所以网络让人更自由或者更不自由，它是跟谁比？那么我觉得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应该是跟没有网络的时候比吧，或者就是一个有网络的世界和没有网络的世界，到底人在哪一个世界当中更自由还是更不自由？那正方对于这一点，就像他们论点当中讲的一样，就是因为网络多一种选择嘛，其实在自由辩当中也已经打出来，就是反方提问说，你今天是不是讲的只是网络给人的 one more choice， 然后就是更自由了呢？然后正方其实认了，就说对啊，一个多一个选择不也是多一个选择吗？那不就是更吗？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因为网络毕竟是一个选择，那它不管你现实当中有多少种选择，我们就说是 n 种选择好了，那加上网络之后一定是 n 加一，民方只不过在论证于 n 加一大于 n 的关系，就这个太自然成立了嘛。但是反方对这个没有提出非常明显的挑战，他们只是问了一句，哦，就多一种选择就是更了吗？然后因为没有进一步交锋下去，那就姑且就这个概念就停在这里。然后后来我在反方四辩的时候听到有划定的范围，说自由其实是一种空间，我画了一个圈，大家都每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圈里面活动。那我之前在圈里面可以做三件事情，你现在在圈里面可以做四件事情，可是你还在这个圈里啊，你没有把这个圈的范围扩大，也没有允许你走出这个圈，你怎么论证更自由？其实这种说法我是可以承认的，如果能早一点出就更好了，就前面不要只是就是装的啊，那就是这样了吗？难道就是这样了吗？就你没有攻击他呀，他方就说哦，那就是这样，那就结束了，没有进一步交锋。其实这个概念非常好，如果在前面出来的话，然后接下来就是自由这个概念。其实正方在这个概念上跟刚刚我说更的时候也很像，他们就是说多一种选择，当然就更自由啊。自由就是你行使自由意志嘛，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你可以做的事情多了一种，或者多了好几种，这不就是更自由了吗？那么反方在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我听到你们有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试图表达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你是给了你做比较不好的事情的自由的话，所谓的自由的话，那个应该不可以叫做自由。比如说，网络给了你机会，让你可以浪费大好时光在刷微博呀，然后去看那些虚假信息啊，或者这些上面，你当然有了这种机会，可是我们不认为这种机会叫自由，对吗？就是你方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完全打出来，以至于我在听双方一辩立论稿的时候，我听正方立论，我在这里写了一个疑问，我说正方这三点，便捷性，然后选择多样性和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知识这三点，这只不过讲的是网络的好处而已，为什么好处就等同于自由？在我听完你们的一辩稿之后，我是有这个疑问的。然后同样的，反方也是提出三个点，第一个叫做网络容易使人上瘾，然后网络的匿名性可以使人肆无忌惮的发泄，所以网络暴力就比较容易出现，那么为了避免网络暴力，你就不能乱讲话，反而更不自由，这个逻辑链其实非常长。然后第三个叫做隐私，这个隐私这点我理解的是失去了保护自己隐私的自由，就是你们的点其实有点绕，但是好歹有绕回到自由这个概念上，不像正方抛给了我三个好处，然后就说啊，这就是自由了呀，然后就我得替他们脑补很多 OK， 就自由是人可以做很多事的权利，他现在给了我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更自由了，这都是我替你们脑补的，你们其实没有讲，你们就讲了好处而已。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反方的立论稿虽然有一点点绕，但是好歹有向我论证为什么这些坏处是等同于更不自由。那然后就是我还是觉得你们第一点处理的不是太好，因为像我跟学长在那个提问环节都有问，就是网络，你们没有论证网络为什么会是强迫人上瘾，就是我在中途交锋的时候也有听到你们类比毒品，对吗？这个正方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你们一直没有攻击他们这个点，类比网络和毒品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毒品大部分国家是禁的，网络我们禁吗？如果它真的危害程度那么强，真的让人那么不可控的话，为什么我们不禁网？为什么不问他们一句？他们就在那里啊，网络跟毒品没什么两样啊，都很让人上瘾呢、啊。就是你让这个类比成立了，就是其实是对你们来讲很不利的一件事情。那然后你们其实也就只是说了这句话而已，我没有听到为什么网络等同于毒品。如果我心里有点疑问，就是
啊，毒品危害很大呀，网络我没觉得危害那么大，毒品确实会使人上瘾不可控，那些瘾君子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想吸毒，那网络我好歹是能控制吧，虽然很多人就讲说啊，我可能有这种上网依赖症，可能有网瘾，但有的时候是开个玩笑啊，就是我如果真的有烂要干，或者我有罪要做，我会选择把手机放在一边，我先去做作业的，对吗？就是它跟毒品的这个 addicting 的这种程度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能有轻度认证就更好了。那然后谈完一遍那个立论之后啊，稍微对正方一辩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记得你开头你是正方哎，就不需要预设反驳的，你上来说那个基于这些定义反我们认为反方辩友今天提出的论点都是一派胡言，就是反方还没讲话呢，你还没有听到他的论点是什么，就是反方如果你是反方一辩，就是你讲完话之后如果他讲话他是可以加这句，因为他起码听到你说什么，他可以说你讲的没道理，你还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呢，所以这个下次要注意一下啊。然后那个接下来网络暴力这个点后续的攻防，我认为正方没有处理得太好，因为反方举出了那个金猪豆的例子，正方对此回应是一直到最后的回应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做错事没有说错话，就是你没有什么虐待小动物啊或者是之类的，谁会来攻击你啊，可是他方举出例子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上网发了个求助帖，我就是没有做错事没有说错话，就是有人毫无理由来攻击我怎么办，他就在问你这件事情怎么办，可是你没有回答他，你就说你肯定做错了什么吧，如果你没有做错什么别人怎么会来攻击，这个是有点弱的，就像他方提出的例子并不是你之前想的那种虐待小动物或者之类遭到攻击的这种例子。然后啊，对正方二辩在对辩环节的一个小建议，你第一次发言时间太长了，你基本上花掉了一半多的时间，我都以为是一个陈词还是怎样，因为你说的话我看就是对方的二辩也他都不太知道怎么接，可能他本来 expect 是你们一个交互的这种过程，然后你就把它变成一个陈词过，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啊，在对辩环节反方面提出来有一个观点我还觉得挺好的，就是终于出现了比较了，就是比方说有很多事情，比如说节约时间呐、交通人与人之间交流更容易了呀，反方二辩提出一个点叫做如果你是想要人和人之间的及时交流，电话也可以做到，所以您放的更自由是怎么论证的，就这点我是觉得好歹终于有比较了，不像前次的话就是我好你不好，那所以你们都在跟谁比呢，在这一点上就是这个比较做得比较好。然后接下来说三辩的质询。正方三辩的质询我其实觉得问题都是很好的，就先问了你沉迷网络 你自己沉迷网络吗，你觉得沉迷网络人多吗，什么样的人去沉迷网络，我本来是期望你可以就有进一步延伸，尤其当对方他的回答是我不沉迷网络，可是我觉得像我的同龄人沉迷网络很多，你可以问他就你凭什么这样觉得，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能自控，你为什么觉得他不行啊，对吧，这我是期待你往下一个延展，可是你问完就结束了，我本来期待你小结的时候会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就是我把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到了，我记住你的答案，所以我一会儿来攻击你，可是你小结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太迅速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如果能及时解决的话就比较好。然后下面你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批评是不是跟风，网络是不是可信，这些都是不是可以预防，都没有后续了，就是你问完问题对方回答了一下哦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不太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想干嘛，就是你在这个环节应该不仅仅是跟对方确认东西了，应该是想要抓住对方一些漏洞去攻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如果你能做到有后续的就当时有想到了你这个回答，那我可以这样攻击，如果你能想到的话是更好的啊。然后在质询方面反方一辩和四辩其实答得还挺好，尤其是四辩就是在那个就是应辩环节也比较好，一辩的话前面问题就比较老老实实的回答了，就是我不沉迷啊，可是有很多人沉迷，就是如果对方万一想抓你这个就是为什么的话会有点难解释的。然后是反方三辩的质询，对类比和毒品的类比就在这里出现了，这个对方是他没有试图去反问你，就是那我不禁毒我不禁网了，对吧，我本来想说就像毒品它原来是止痛药，所以现在得找到种毒品更可靠一种止痛药代替性，如果对方问他就说那网络它现在那么便捷那么普遍，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可靠比网络更好替代的，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类比会有点容易被对方攻击的，因为毕竟还是不太一样性质的东西嘛，就是当然你的后一层准备什么我感觉了，对方也没有想要问你这样之类的。然后举了一些数据和类比，这都挺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记得是正方四辩给出一个回应，关于隐私泄露，说的是防卫是因为防卫没做好，或者是有点类似于就是说是因为黑客攻击的错，不是网络本身的错，这个错误不根属于网络，不是他带来的。我觉得这个回应也挺好，不过后面用的太频繁了，所以就显得有点像在逃问题一样啊。然后在这一阶段包括自由辩的时候，反方出现了一个论调，就是拿那个国防部隐私泄露的那个问题，然后提到说像新加坡国防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这个你提一两次可以了，但是就是一直屡屡在提这个，我就会觉得有点弱。就你有别的论证可以支持吗？比如说，就是更好的，就他的理论是什么？你不要一听好新加坡国防部这名字很厉害，所以他们都做不到，谁还能做到？这有点像是吵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有没有更就是逻辑或者是更理论性的东西？如果有，它就更好。然后自由辩就是我听到提出了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反方指控正方说您方是不是就在论证说多一个选择就要更自由，这个点抓得很好，终于被抓出来了。然后这里应该是反方二辩提出了一个说这个在说那个网络暴力的问题上，这一点其实也是他方拿来用同样逻辑攻击你，因为你说在网络上存在网络暴力，对吗？那他方如果说现实中存在暴力吧，也存在 bully 对吗？然后网上只不过是存在的是 cyber bully， 你现在想说的只不过是 cyber bully 加 bully 大于 bully 而已，跟他方那逻辑是一样的，就是网络但凡不是一个就是完美无瑕的不存在 bully 的空间，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您方应该有义务论证网络上的 bully 情况更严重，而您方也试图去论证，这点是很好的，就是说因为匿名啊，不需要负责任啊，更容易倾泻这种不好的情绪啊，所以这个有论证挺好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有或者后续有回应到。然后进入到结辩阶段，反方四辩的结辩我是听的，我觉得挺好的，就很多问题都终于得到了处理，不是更多选择就是更自由，因为空间没有变大。但是你要注意到你提这个理论虽然很好，可是你没有论证更不自由了，你没有论证圈缩小了，对吗？你说我们的圈还是一样大，你在圈里多了几件事情可以做，对啊，这没有更自由，可是这也没有更不自由吧？你只是攻击一下对方，女方的点我也没听到，就至少这一个类比是没有办法立住女方的点的。然后剩下的就大部分是重复一些前面的点，然后攻击对方没有数据啦，这之类的。然后在这里对双方四辩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句式什么的多样化一点比较好。我听到反方四辩经常问的是难道不是吗？然后这边正方四辩是不是吗？不是吧？就很多反问句，就稍微肯定一点啊，这是你方自己的观点，对吗？你应该确信的，就是这样的，而不需要老去问。老去问的话，一方面听起来好像你自己也有点犹疑的感觉，而且听上去不是很确定。那然后额外的正方四辩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语气。就是一方面有的时候有点太夸张，就最后我听到那个很明显的强行拔高，然后就非常就突然前面讲的好好，突然一下慷慨激昂起来了，没有过度的话就听上去有点突然的。然后前面这可能也是那个句式的问题，如果你减少使用像那个不是吗不是吧这样的句式的话，会听起来语气更平和，现在听起来莫名有点好像在嘲讽对方，就是这道理你都想明白，不是吗不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稍微注意一下的话风度一态会更好。然后我有点既然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所以我就简单的就几个重要的点来讲一下自己对这个辩题的看法，也跟大家探讨一下怎么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辩题核心的争议点开始。首先呢是自由的定义，对于自由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双方是怎么理清这个思路的。正方呢其实就是依然刚才归纳的，正方的核心观点就是自由意味着选择的权利，核心归纳起来就是选择的权利多了更多了，这个就是更自由。我觉得这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就是如果一直坚持选择的多样性就等于自由，是可以按照这个逻辑体系是可以归纳出一个体系的。那么来看一下反方的自由的定义，反方的自由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领域，他们强调
自由不仅仅是自己的意志的选择，而且是要不影响他人，不影响国家，不影响其他方面。所以就是有感觉，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好的自由，或者是说自由的集中的关注点在自由的好的方面，所以它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些呢就是我在你方框架下它就是更不自由了。我觉得这个领域也是可以接受的，就在双方的这个逻辑情况下，这两个对自由的定义我觉得都是可以展开的。那我们来看怎么论证一下，在这种逻辑框架下怎么论证这些问题。核心还是跟依然提到一个更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呢其实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比较，但是可能在语言表达上让我们感觉这种没有突出，这种比较没有被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些部分需要用词用句可能需要斟酌一下。比如说要突出更的话，在正方的逻辑框架下，正方的第一个论证点就是更便捷，就是相对于之前做其他的事情，现在呢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地点都更少了，所以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其他事情。然后相对于其他的之前可以买东西啊之类的途径，现在呢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有更多的搜索引擎方便我们更快捷。我觉得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更多更快更便捷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在反方的逻辑框架下，反方其实一直想强调的是对比于过去，比如说过去我们有自己的朋友活动，有跟朋友出去外出活动，然后呢我们可能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在正常认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注意自己的语言，会不会那样的太严厉的去批评别人甚至谩骂别人。而在网络这种情况下，把人的这个另外一个负面释放了出来，所以人们变得更花更多的时间在了网络身上，相反陪伴朋友的时间更少了，然后更容易的发泄出负面的情绪，展现出暴力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些数据支撑比如说一些心理学的支撑，表明人在匿名的情况下更容易的释放出人性恶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对乙方立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那么第二点，我们来谈一下双方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正方在攻防中一直强调推挡，就是说这个究竟是不是网络的错还是人的错。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说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是不是都可以套用这样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情况下都变成了这个事物其实都是中性的了，而取决于不同的人怎么使用它。这种逻辑乍听起来是 OK 的，但是你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会使很多东西丧失比较的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推荐用这种攻防方法来比较你一定要强调是人的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拿现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讲网络使人更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无法论证网络究竟能不能让人更自由或者更不自由的这个话题，而完全取决于是不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 OK， 如果我一个人使用的它好的话又变成了更自由，如果人朝不好的方向使用就变成了更不自由，所以就是变成了没有太多的比较意义。第三点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在质询阶段提到了问了对反方一辩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依赖性自由选择和自控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探讨一些的话题，就说自由选择的意志跟考虑到其他方面国家他人的影响这个自控性，究竟在这种这个辩题里面哪种更适用的一个话题。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不是真正的自由的表现，以及自控有一定限度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在反方的情况下可以强调，在女方的立场下，有限度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可以进行一些强调。